Hello，各位大家好，我是边龙。那韩服今天更新之后啊，他们总共推出了八种新的组合。那这个组合里面呢，实不实用，我们就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它的这个内容。那最后呢，大家也可以留言一下，看你们觉得这些东西呢，实不实用，还是我们依然使用我们的加九色弩机，CP 值是最高的哦。好，那我们先从蓝色的开始看吧。蓝色的话呢，有这三个哦，有什么智力的。 好力量的还有敏捷的这个能力都是加一，1, 那另外一个能力呢都是 PVE 的伤害减免加一，1, 所以这三个我们先一起讲。如果是这个敏捷来说的话呢，它的材料是这个。 哦，古代守墓人啊、哦，就是守墓人就对了，然后再加上一个钻石高轮以及一个加九的迪比斯欧西里斯的弓，哦，刻印跟非刻印都可以。那如果说是力量的这一个的话呢，哦，它上面的话，这个是啊，古墓守护骑士哦，那这个也是一样，都是韩版后来才推出的，这个是改版就会出的，所以这个大家应该是不大需要担心的哈、哦。然后再一个巨大守护蚂蚁，再加上一个加九的迪比斯欧西里斯的双手剑，一样刻印非刻印。 那再来这个法师的话呢，法师的话，哈，它是搭配这个古墓的这个法师，再加上一只曼波兔，以及加九的迪比斯欧西里斯的魔法杖。好，那这三组呢，好，如同我们刚刚讲的，就是基本的能力加一，以及一个 PVE 的伤害减免加一。1, 不知道大家觉得如何啊？好，那再來下一组呢，就是这个，这个是。 呃，额外的经验值加五趴的，它的需要材料呢是这个荔枝啊，荔枝一个，然后福士德一个，这两个不用担心啊，他们都是可以用这个娃娃币变身币去制作的，这个是常态制作的东西，大家如果有存的话呢，就是用换的就可以了。那另外呢，再搭上这个艾斯卡洛斯的盔甲以及它的头盔，所以它总共需要四个东西哦，那这样子的话呢，就是把你的经验值再加最大值再加五趴，所以原本这个装备已经有增加经验值了嘛，那它额外再增加五趴。的 这个经验值算是给大家充等的时候，如果你是练分身的话，哦，这个装备哦，应该是非常非常好哦，充等的话是非常好的，哦，那这样组合起来五趴啊，我觉得还不错。好、哦，再来一个红色呢，这个是 PVE 的伤害减免加五，它的这个需求呢，就是红变的这一个是啊、哦，古墓的这个守护者啊，也就是巨大守护者、哦，这个也是一样，后面改版会出，然后再加上一只这个阿努比斯，再加上啊、哦，这个是。 古代巨人的这个项链以及古代巨人的这个戒指哦，它应该翻译成可能远古的什么戒指或项链哦啊，这个两个也是一样哦，两个都要哦，两个都要、哦，所以这个的话也是四件组，这样子的换起来的能力呢，就是 Pv 伤害减免加五，这个打怪的时候坦度可以说是加的非常的多，然后再来呢就是这个 Mp 回复加二以及 Sp 加一魔攻加一哦，那这个组合呢就是巴峰特一支，然后再加上阿努比斯。 再加上巴丰特魔杖哦，这个不需要加，然后呢这边要加紫装哦，加五的乌格努斯胸甲，好，这样子四个，好，四个加起来的话呢，就是这个刚刚我们讲的 SP 加以及 MP 回复加二的能力。 好了，那接下来这个呢，就是近距离暴击加五趴，以及近距离的命中加三哦。这个呢，算是这个黑妖的新的紫变哦、喔，蛮特别的。它是一个女性，然后再加上一只巴兰卡，以及一个加八的暗杀君王手套。其实很难得，这个暗杀君王手套这一系列的，就是呃拉动系列装备会被放进来哦、喔。那这个是加八的，这样子的话呢，我们就可以换到近距离暴击五趴，以及命中加三的能力。我觉得还算不错哈、喔，虽然说紫变是比较难去拿到的哦、喔。 好，那最后一个呢，就是这一个啦。这个的话呢，是蓄电去、就是、蓄力时间哦，减少十趴。这个当然是给骑士用的、哦。那它的条件呢是这样的：要这支这个算是新的纸片啊，以及一个骑士范德，以及加一把加七的这个骑士范德之间哦，呃，这样子的组合呢，你就可以换到这个能力。这个对骑士来讲啊，算是。 必备的啦，虽然说加七可能大家是拿在身上多一把武器，你可能不是拿这一把，你可能拿更高级的这样子哦、喔，啊，那可以换到这个能力哦、喔。那目前来说的话呢，其实我觉得。 可能啦，真的，大家 CP 值要要最高的话，可能大家还是选择这个加9摄乳机的这个能力啊、喔。那其他的话呢？其实说真的，以蓝色的来讲，我觉得这一次的这个基本能力的这三个算还不错、喔，因为有时候我们去增加一个力量，或者是增加一点这些东西，就刚好可以跳到一个增加两个点数啊、喔，比如说命中啦、伤害可能都会增加的这个门槛，而且它还增加这个 PVE 的伤害减免。我觉得这个东西或许在未来来说会更实用，但是当然啦，它的这个难度来说会比。 这个摄入机还来的难一点哦，那应该是没有那么容易去普及啊，大家拼到这个事也真的是不容易哈、哦。不过嘞、啊、有一个好处是说，这种东西啊，像这个东西，我们可以从欧里里面去转到啊，还是得靠一个运气嘛啊，加九真的不容易啊。好了，不知道大家看完这上面这些新的收藏之后有什么感想啊？欢迎在影片下面留言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。好，那么影片呢分享到这边了，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就下次影片再见喽，拜拜。